沈泽成啱哥礼拜六啊，凭住百里名区爆冷赢马，保持开季以嚟啊五战全胜啊。礼拜三谷草野赛咧，沈泽成继续强阵迎战，可望再有头马进账噶。嗱，初出新兵青年赛进啊，原本报跑上个礼拜三嘅野赛，不过喺赛事取消之后啊，沈泽成即刻再帮呢匹马报名，似乎好希望帮呢匹马初出即胜。嗱，沈泽成受访嘅时候就话到啊，青年赛进咧啱礼拜三无缘上阵，潘顿仲紧张过自己啊，要求尽快再帮呢匹马报名，所以咧就即刻入纸参战啦。不过咧能唔能够好似啱啱咁抽到好档咧，就要排完位先知啦。嗱，佢仲补充到啊，青年才俊上季中后期嚟香港咧，适应好好噶。不过当时咧嫌佢瘦啲，所以咧就未有俾佢出赛，专心做好功夫，留翻今季先开始用。青年才俊上季试习已经展现咗良好嘅速度噶啦，早前一课试习更加顺利赢马，结合埋潘顿咁心急嘅动态啊，相信机会又不言而喻啦。全新苹果马网五大赢马武器缺一不可 ，Fact Check 马圈资讯。齐上齐落 ，Full Gear 送上苹果马网，反对通知书，有料一定赢。